皈依佛净，皈依法净，皈依身净，放生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成利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回向消灾牌位，回向往生牌位，回向澳洲大火、菲律宾地震、印尼水灾、伊朗伊拉克和平，一切和谐，欧玛尼贝美吽，新加坡老人院，所有老人，医院，所有病人，所有轮回者，皆同享功德。欧玛尼贝美吽，欧玛尼贝美吽，欧玛尼贝美吽。好，感谢他们做这么庄严，各位要把它背下来。你就是变成一个大莲花，清净大莲花。啊，在大悲普覆覆盖的众生，保护所有众生。啊，心跟净土合在一起，心跟莲花合在一起。啊，心跟欧玛尼贝美吽合在一起。你在家里放大悲咒没关系，心跟它连在一起。最近有一个年轻人，我送给他一部《华严经》，很大，结果他很聪明，网络上就把《华严经》的录音拿来听。他说：“师父，我已经读完第三卷了。”你读没有？我用听的，听都有功德呢。我说：“你有什么感应？发财了。”满他的愿，发财了再说。听就有功德，念一下：“南无大方广佛华严经。”南无大方广佛华严经。南无大方广佛华严经。佛经说念三遍，你手跟人家握手，对方不堕落三恶道。你手碰到的水，洗澡的水流下去，众生喝了脱离三恶道。所以每天我们放蒙山一定要念三遍南无大方广佛华严经。所以各位还没有读经文，光念经的名字就不可思议了。所以各位要经常这样念，念了以后这几个字就放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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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生就华严一字，就是华严经的一个字，众生碰到他就脱离恶鬼苦。不是光华严经、地藏经、欧门里边边哄啊，三宝的加持力，哪怕咒语的一个字，嗡巴拉巴拉上巴拉，这个大随求咒的一个咒语的字，叫无间地狱，无间地狱就变成极乐世界上品往生的地方。那我们身上各位可太多了，会不会念心经？不得了了，可以环游世界了。所以过年前记得念九遍心经，好不好？把整个年的业消除掉，心经除障九遍，一切满愿。所以玄奘法师到印度取经，光心经就 OK 了。所以不在多，在于你相信。那既然那么好，那所以要翻译各种经。为什么？因为度各种不一样的人嘛，众生根器不一样，有些喜欢念那个，有些喜欢念那个，有些喜欢先念那个。但是你千万不要说我这个最好，因为每一种都好，不一样的根器，佛陀给他不一样的法。泰国、缅甸喜欢解脱，修八利文可以解脱，可以证阿罗汉。但是先让对方证阿罗汉才说，他证了阿罗汉，哪一天他才觉得说他应该变成佛这样。不管他喜欢修这个，喜欢修念佛，那个喜欢修打坐、持咒都没关系，没有哪一个法高或哪一个低，只是因为众生根器不一样。天主教、基督教、回教各种宗教，请问那个是不是佛菩萨的化身呢？爱升天，先带你升天再说，升了天，然后佛菩萨再来度你更高的层次。而不能说我们佛教是最高的，你最高的反而变最低了，因为你都不认识别人，你都不认识对方的宗教，你不认识对方的文化，你度他没有用。所以请问观音菩萨会不会变成玛利亚？会不会变成道士跳档啊？都会的，因为众生喜欢什么他就变什么嘛，然后来引导对方。菩萨不会说我不爱做妈做，我不爱做佛做，菩萨不会这么说。你要做耶稣，还是要做教士，还是要做道士，还是要做什么，他都 OK OK。 请问佛菩萨会不会变成影歌星？因为大家喜欢，
大家喜欢他就变成那个穿得很性感在跳舞那一个，全世界都在看他，所以然后他去引导他。所以做一个菩萨讲空性，要敲除我执法执，你没有我也没有相，了解吗？世界要我变什么我就变什么，变什么可以帮助众生我就变什么，变水啊，变桥啊，变面包啊。所以面包可不可以渡流浪狗？可惜新加坡没流浪狗啊，你去泰国缅甸可多了。所以这个面包就是他们解脱的工具啊，变成水，变成男，变成女，变成动物。请问佛菩萨会不会变成一只鱼？会啊。会不会变成无尾熊？会啊。会变成各种样子。所以现在澳洲的问题，整个世界对 无尾熊升起大悲心呢，对不对？所以这也是一种示现，让众生升起悲悯心的佛菩萨都愿意变，同情对方，爱对方，大家捐钱啊，大家回向啊。所以来法会功德，回向澳洲大火，死亡的动物，各种人类，翁阿吼离苦得乐。所以我想现在有电脑啊，媒体啊，各位也很快就可以接触世界。佛教讲空性，什么叫空性？念一下，接触一切，产生连结，叫空。空不是没有，空是我跟万法万事万物有情连为一线，合为一体，叫空。也因为合为一体，所以要互相帮助，帮助对方就是帮助自己，伤害对方就伤害自己。所以哪怕 你念一个小小的 Om Mani Padme Hum， 它跟世界连为一体，跟法界三千大千世界连为一体，都在念佛念法念身这样而已。你念阿弥陀佛也一样，来，世界变净土，法界变净土，众生入佛心，南无阿弥陀佛，心佛众生合为一体，南无阿弥陀佛。那就是这样，就是这样超越了痛苦，从自己的小小痛苦融入于众生的痛苦，变成一种悲心。好，电视台的存在代表佛陀的教法及慈悲，让大众能够感受到。感谢各位收看生命电视台，也愿大家多护持生命电视台。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大家好，我是小儿科医师陈慕容。全球武汉肺炎疫情快速变化，相关防护措施也要配合升级。出入人多的公共场所要遵守政府防疫社交距离注意事项，才能妥善防疫，让你我都安心。提醒您，搭乘所有大众运输工具时，务必做到以下事项：一、全程佩戴口罩，屡劝不听者，最高可处15000元罚锾。二、配合测量体温。三、避免交谈。四、不要饮食。出入公共场合时，请保持室内 1.5 公尺、室外1公尺距离。若无法维持社交距离，请全程佩戴口罩。感谢您的配合，也请大家给第一线服务人员支持与鼓励，不要让防疫的距离影响你我心的距离。浅尝慈悲的原味，生命最大的意义是来自于慈悲。慈悲使我们学会包容，慈悲使我们消除人我的敌对，慈悲为社会世界带来无限的利益与祥和，慈悲使我们拥有强大的动力。各位，我有没有动力啊？谢谢，我实在累得要命。但是每个人说，哎呀，海涛法师，你不要再跑了，你不要再跑了，你会不会太累啊？我说我一停下来就生病，对不起，因为我只想要把握这个动力，我一定要做一只打不死的蟑螂，我要努力慈悲啊，
啊，但是慈悲的根本是什么？各位，生命的意义在于慈悲，生命的本质是痛苦了，生命的目的是解脱痛苦，但生命的意义是帮助众生，是慈悲。但是你要讲慈悲，要如果你会包容对方的缺点，那你才叫慈悲。如果你能够消除人我的敌对，才叫慈悲。今天现场有这些人，我不喜欢跟他讲话，不慈悲啊。除非对方对你有什么爱染心、执着心，那就没办法。阿弥陀佛啊，那没办法解决啊。啊，其他都好解决啊，但是对内心的关怀还是要的啊，但是不能跟我不喜欢谁、特别喜欢谁，这不行。所以如果有人慈悲，各位，我刚才讲了一点啊，核能发电厂的电很大，有一个慈悲心的人就可以把核能发电厂透过你这条小小的电线在里面放光，就像上面的日光灯，这个亮度是来自于核能发电厂。你打开了，你有悲心了，佛菩萨的力量都透过你，你人在哪里，你想什么，你的声音在哪里，力量就在哪里啊！让我们像充满电的电池。因为如此，所以慈悲可以为社会、为世界带来无限的利益跟祥和啊！如果你有这个信心跟真实在做，你会拥有强大的动力。现在你得癌症了，非常痛苦，没有药可以吃啊，但是你的强烈的动力还在，你可以超越这个痛苦。我想各位就像打坐的时候脚很酸啊，很痛啊，但是内心很欢喜，我在思维佛法。接下来，请收看《般若讲座》。